你这个要闹大事就对啦。你先做好了。好啊，你别吵。对啊。不管旁人怎么劝架，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冲回香肠摊，拿起剪刀就往前冲，冲突一触即发。你这么没人养狗，你给他砍了！你这么砍了！好没？好啊，你好啊，好啊，你中好办，中办。旁边的人试图把他拉开，但是核心男子力气很大，还是拿着剪刀朝对方刺过去。朱伟景身上密录器在冲突中掉落地面，拍下他手紧握着剪刀，避免受伤。不过由于刺的力道太猛，这把剪刀还是伤及朱伟景的肋骨，所幸没有伤到心脏以及其他脏器，另外还划伤了另一名公园管理处陈姓小队长的手掌。有血啊，在穿这个衣服的时候，血流出来就在衣服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人家就被他枪起来，等到都给他枪起来了、啊。事后警方介入调查，发现52岁行凶的核心男子，103年5月才因为杀人罪假释出狱，因为娶了摆香肠摊的老婆，改行卖香肠。不过因为两度遭到警方扣摊，因此对于执法人员怀恨在心。7号下午，公园管理处人员进行驱赶，有点酒意之下持刀伤人。目前警方正积极布线追缉，要尽快将这名恶徒逮捕到案。记者李佳明、阿公、亚麦台北采访报道。